觉得红不给他带的，但是可能也觉得他婆婆一个人给他带的，然后就是那一条累了，所以想把孩子拖回家喝两杯。飞呀、啊嗯、一会儿它就飞下来了、嗯、我就想这孩子飞下来吧，稍微出点事儿大人好着急，再见吧，给他拜拜啊，拜拜蜂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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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他在捉自己的羽毛，妈妈不知道耶，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说他叫什么鸟。妈妈叫什么鸟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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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穿猴子了啊。哦，下来我打猫猫猫猫好像就叫猪环，猪猪环。中午的午要是发信息打发一个就是要看大熊猫，大熊猫好，他用心我去拍拍，这位孩子太漂亮，我叫孔雀了，妈妈家里面还有小鸟哦，哎呦，真的孔雀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了，长得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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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把那个耳朵给弄一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刘老师，今天哪有的呢？漂亮，你们两个看，怎么那么漂亮的？你们两个站在那个石头边上，给你们两个合影。啥子都得去，那里有，那里有。